上次我没有抓到的。对你们的课程我没有什么，至少如果在课堂上面教他们做，好像要一两个小时，啊，有时候半个小时，正常折半个小时的作品的话，可能就是要在课堂上要两个小时才能解决，那很多都是没办法教完的，比如说很多我很想做教他们的作品，没有办法教，因为你不可能说哦，我今天教二分之一。再给我再教二分之一，因为镜头没办法保证啊，要做就是我自己啊，契合怎么做？那你都上到几点？有时候都延长到差不多本来是吧4:30嘛，4:40嘛，那有时候都超过5点，或是到将近到5:30，有时候是吧，然后他们就戏称什么说啊，要去干嘛？吃什么米粉跟还是什么面上辣跟？你看他要赶着回去做饭，如果来不及的话，你就啊直接到面店里面去买什么辣天去弄，没错的啊，你爱乖一杯辣天，好，那个熊还可以吧？小熊，还可以吗？有问题吗？因为熊在那个作品是非常基本的作品哦。老缓了啊！就难怪我一说熊，你们都不反应。好了，我们就复习一下哈。那个毛毛虫不用教了哈，那个最基本的。对不对？最基本的啊，那再不会学我也没办法了，那个是最简单的。哦，对，我想说到台北买的这个平时都已经，我不晓得有没有过。你把很久买回来就是他们的你把它给他好我们做那不是食品啦，这个东西哈，6年，啊，电子保证是说6年了，啊，你说保，像我刚刚有提出来那个保存的方法，如果你保存好的话，不用直接日晒，或是阳光照射啊，或是放在阴暗，然后通风的地方啊，你如果保存好一点的话，可以延长个1-2年啊。但是记得，你不晓得它摆在那个卖家里面，放在里面，因为那个一号我们看不出来，只有那个卖家或是生产方，他看得出来，他也，反正那外表看起来没有坏掉，没有焦年化，他就在那，然后人家那个上级来检查。他跟你讲，有没有过期啊？
还是慢啊，啊，这样，好来，我们再复习一下熊，熊怎么样？两个，三个，前面三个，小左对不对？三个。你要四个也可以，来，那两个长形的也可以，两个在最长的也可以啊，来啊，啊，然后来，两个筛开始做了，第一个筛的部分，啊，这前面这三个哈、啊，这前面三个你可以自由变化啊。反正到时候你的成品就是前面那个鼻子，那个就是往后脑勺到鼻子那边的，就这三颗来代替啊。好，然后后面的这三个比较长的这个是啊，两边的筛跟上面的头啊，所以说两边的筛是要一样的啊。如果说你要做短比较宽一点的啊，比较宽一点的脸，那两边的筛就比较短啊。啊，你哪一三还能感官层？它有正三角，啊，倒正三角，啊。好，记得这三个场景哈、啊，就第一个结跟第三个结一定要一样，好、啊，因为我们在折完之后，这第一个结跟第三个结是这两边塞的。的地方嘛，你哪不整长，它就有怪状啊，有点怪状。好，那你老师，你有没有老师爱把整它一百整块钱啊？就一三点一，决定有多长？三点几，要大一点，要两三点半，三点半。开始哈，不是直接先折这三折啊，哇，还要变直了啊。那这是我放完几块的哈，一年，那你不用放了哈。我这边已经定了，我还在买完那个了，5650了。已把它搬出来，因为忘记还有做，所以说买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去。好呀，箱子。那个熊耳先可以先不折，等它那个套完之后你再折都没关系哈。好。总共是这样子哈，你要先折出这几段啊，前面三个球外加长的结跟短的球三次，总共多少？你要三次，五八结，啊，八结哈，然后从第三跟第四结的这个结缝。跟最后一个叠放弄在一起，然后弄完之后，这三颗拿出来，塞过来，然后这边把它压下去，让它，然后这两个小球啊，这两个小球把它折成熊耳，折成稳定结啊，那稳定结我。上周有说过哈，好，来，来一个。
娜娜，我问你们，可喜可贺，老师的气球颜料太烂，所以说你们可以放看很多次的颜料。好，一样嘛，老师有讲啊，绝佳球要九千折八折下啊，那相对应的关系哈，然后这边三个小球先打出来啊，这三个小球你也可以做成两个球啊，两个三个小球也可以做成两个稍微长一点的球哈，就是说这三个小球，如果说这三个小球哈，你不愿意做三个小球的话啊，你啊来看一下，如果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这前面这三个小球不折，我只折两个，那相对应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啊，看一下是不是一短一长就可以了啊，一样嘛，反正您折久了，你会知道那个其中的一个那个他那个诀窍在哪里哈，或是那个你的分配哈，你的计划要怎么折哈？好，没关系，我们就比较普方法哈，直接我们耳朵要大一点的话，就是说耳要大，你耳朵要大一点的话，这个小球就要稍微大一点嘛。好，一样哈，看一下，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然后这样子，好，好，这两个我们先不折哈，我们先把它塞进去，把前面这三节塞进去，一压，对不对？压完了之后，这两个是不是折熊耳的位置？对不对？好，一样，没底啦，哦。好，一样啊，熊耳的秘诀哈，折熊耳的秘诀就是啊，对应着这两个结缝哈，对应着这两个结缝越接近越好，接近之后，然后用力转，转一圈以上哈，然后再来这边啊，对应着这两个结缝越接近越好，越好转啊，越好转，就这样。然后相对的他就把它锁住了，好，看一下，好，那个熊头都出来了，我们看到如果拖地下熊头底下的做法有很多种啊，熊头底下有很多种啊，那我就教你们最简单的一种，好，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翻啊相对的位置哈，然后大家好看一下相对的位置，这是第一个，我刚才折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在哪里呢？这第二个已经被，第二个就是后面折的。三、啊、四、五、六、七、八，这八个结的相对位置啊，相对位置。好。啊，四节，他说每一节他要四个组合啊，四个组合啊，那个四个组合，四节都快相同哈、啊，大约等长。好，后面的一二三四，啊，这样，老师的手势有没有看到？你在根据打斜或是球的时候。
歪成一个表哈、哦。啊，那经常那个初学者哈，经常都忘记这一段，你都忘了，不然你回来很累，你真的很累啊。老师，你说哈，你年纪在打折，我打折的时候啊，小拇指跟啊五指一定要紧紧的啊，夹住第一个。第一个跟第二个结，就是这球的结合很快对。我一样，他们球那边有，应该没有夹结，你一样来转转哈。来，看一下，这四节完了之后，把最后一节挑到，啊，第一节这边，第一个前面的那个球啊。好，我们按那个吧。啊，你要让它可爱一点啊，你短一点也可以，长一点也可以啊，长一点的话就不好看了哈。你看一下你相对的位置哈、啊，你后面这个节要多长啊？相对的位置你自己看一下啊，你等那个电影哈改变哈，因为你认为难多长会多长会比较好看哈、啊，那你自己决定这样 啊， 啊。那当然，您初学者老师一定会给你一个长多长的。的指示，不然你们啊，老师，我等一下，你得爱指导一下啊。其实您折久了，您折久了，你们知道到底要折多少，但是你自己的自主的意识要很重要啊。啊，对您来讲比较看啊，不一定对别人来讲是好看的，但是自主的观念比较重要啊。没有，我没有剪。字节弄出来之后，最后一个、最后尾巴的这个结缝要跟刚开始的那结缝套在一起啊。回来啊，来，你不懂吗？字节，你们四个结缝要一样哈，就是拿套在一起啊。这个结缝跟这个结缝套在一起。对。啊，完了之后，啊，你全部都把整哈，你改一哈。好，这个结缝，先选出决定的结缝长度，然后再翻过来嘛。啊，在这里把结缝跟结缝靠近啊，转一圈。哦，其实有很多方法啊，啊，其实有很多方法。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转一圈啊，就绕一圈，你穿过去转一圈，对吧？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因为我们最后是需要一个熊耳来做，熊耳来做结束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先折成一个熊耳，然后用熊耳去套住这个结，都可以。啊，那往往以后我们的作品里面，可能因为那个缝实在太小了，我们没办法去穿过去。那我们用一个小熊耳来，啊，小熊耳来到代替那个它的那个连接的地方。啊，我们这次是有卸完家哦，套开桃家哈，点开桃家，你再点我以前做的。啊，给我一年都会整哈，是吧？你也先走出来啊，走出来再，哎，对，再推开，是吧？半回去，这个太长，做成这样子，这样也很糟。啊，没有关系哈，那个每个人的喜好的样子不一样啊，对不对哈？好，我们折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啊，整个结尾，对不对？好，剩下的啊，如果你嫌麻烦，你就把它弄掉。因为那个折完就结束了啊。然后转一圈固定之后，你还觉得它行为行的啊？啊。
拿那个剪刀把那个后面的鱼竿拿剪一下啊。博士，啊，您刚开始学的时候啊，你如果要送人加一啊，你适应呢，当这里扣柄啊，你就把它绑起来，打个结绑起来，啊，打结绑起来，如果后面尾巴够长的话，你打结绑起来就可以啊。啊，熊头要有熊方向啊，啊，跟刚好头跟身体。啊，你对啊，你如果要单独一只熊的话，如果说你要拿着，对，好林孙可以要拿着也可以啊，啊，那个要、啊、看你需要的程度啊，啊。有啊，礼拜啊，很好看的、啊，好快啊。你不要拿旧品嘛，黄色，你有旧品就是因为有故障，你才会换买新的。你都新买的啦，你几款旧，这是新买的。
加一点，那相对的也比较厚一点啊。小七，不是，这是小男生的玩具啊，那就是一箱哈。因为他也有涉猎到那个稳定节的一个里面哈，你看一下哈，稳定节它里面有没有？它是一个固定跟更改方向的一个作用，叫做啊，这个叫叫啊，叫做吗？要哦，太爱了，这边的话就做出来一下，跟这个男生算这一点，好吧，一样是黑色的啊。它后面有啊，六到七，看左看右，来他们来看，它教室有多大？好，你把你的箱子其他的颜色哈挑出来哈。啊，其实我跟你讲哈，枪柄有其他颜色套可以哈。你到这边，你觉得枪柄要其他颜色套啊？你如果有弹断的部分啊，你用这种其他颜色来套啊。好了，好入空哈，六到七后面你搭，留剩下六到七哈。他说十四公斤，十一十十一十二公斤，十五公斤，十五公斤，公斤，好点了没？十五公分。对啊。我要四五公分。哎，你太厉害啦，哈！我就你不需要记，要边学又要边写啊，那很累的一件事，那你干就好了。这样回去才会做啊，好不好？对啊，说你们要实做啊，不是记呀、啊。不是啊，啊邓姐也急啊，所以现在先看，然后记着，回去再回到原来的。还有，当场做比较容易啊。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把。进来，老师在教新的，进来。来，做那个准金跟枪口哈，那准金当然是少一点了啊。一尺半到，也不用两尺的，一尺到一尺半就可以了。好。第二个就要吃熊耳了哈，注意看一下哈，看一下，这是前面的一个泡泡，再下来是第二个哈，第二个就是吃熊耳，这是熊耳的几指？两指吧。好，折一圈哈，折一圈，然后顺，多长？超65哈，差不多十几公分左右。越多指符的话，那个误差越大哈。好了吗？好。好，那有的样本在这边哈，所以说你会稍微看一下哈。再来，我们再打一个两指符的啊，不信邪。看一下啊，好，那是一个正面的地方，准金哈，第一个熊耳，再来一个枪管，第二个熊耳，
在我们要跑这边哈、啊，往下，啊，熊耳可以改变方向哈、啊，看一下，原来单熊耳可以改变方向，双熊也可以固定稳定一个固定稳定一个直线啊，一个直线。说为什么我在做花的时候，那梗我旁边花跟叶子连啊，梗跟叶子连接的地方，我用那个熊耳，你会看说我在折花的时候用熊耳来固定，有没有？是吧啊？啊，有没有用熊耳来固定，用稳定结来固定？啊，就是这个道理哈、啊。你两个双熊耳刚好两边夹掉哈，它比两边歪歪哈。啊，如果是一个单熊耳，就是改变方向，改变九十度，啊，有没有？改变九十度，没急的，度有三啊，折九都知道了。好，再来两指平化到两指一半的一个球，对，我好，加小点。好，安尼，快点安尼，好，前面先看，啊，这里下来对吧？再一个都是嘛，双，再一个两指的稳定点，啊，我们要转方向了哈，怎么样？下来，要转到这个地方，啊，你。啊，熊耳都是差不多要折两边以上哈、啊，再来，再一个指节，再一个，只要三指节左右哈。慢慢啊，怎么样？只要单熊耳的话，都是改变方向哈、啊，是吧？再一个两指这个熊耳，阿妈，为什么要一直熊耳？那有一定的原因啊，那就要改变方向了、啊。没有熊耳。好，我们要回去了哈、啊，到这边，有没有？到这边我们要回去，那么到这边来哈、啊。但是到这边来，我要回去，沿着这个方向再回去，套到这边来，啊，来，原来这边有多大，这边有多大，就沿着这边跑回去，回来，再回去，一样，这是三指符啊，哎，这个是三指符，所以我们回去的这也是三指符啊。怎么样？三指完了之后，你最好顺一下啊，你最好顺一下，不要那么硬的话，硬碰很容易过啊。好，然后再教你们哈、啊，如果说你们怕直接这样转会破掉，就用两边旋转的方式啊，这个秘诀啊。好，回来了对不对？再来，这个多少？两指一半嘛，对不对？你们都没有注意到了，刚刚在讲多少？该记的是记啊，然后不该记的。没关系，他如果不退，退完了没关系，因为我们到时候再绕回来的时候可能。然后一样。你要你刚单指弄的话，就用短的，用边短的，边短啊。是吧？我做到这里，现在下一步是什么？过来。老师啊。我做到这里，下一步是什么？我有一个实体在这边，那、啊、你在一直在问老师要做什么？你问一次。我就要解释一次啊！我刚才一直在解释哈、啊，那个方向了啊，你们都
你们就指责，你们都没有看，没有重要的老师在提醒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注意在听，所以说你们一直在重复在问，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有没有我故意还把它录立起来，让你看，你看你们这样，那比较立体的样子啊。好，回来了，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方向？啊，我们这样。这边折多少？三十五左右，对不对？啊，三十五左右。再来，我们再做一个熊耳。啊，两组的熊，那个熊耳。好，都很简单吧？哦，不简单哇！好，看一下，到这里了哈，到这里了，到这里。好啦。现在多少？两股半，啊，这个，我没错。你看这个是什么？现在。哪一个？现在这个，你现在折这个，不是的。这个。熊耳啊，你们这熊耳是来，刚这个位置你都不知道吗？我们第一个是折这个吧，对不对？第二个，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啊，十三，啊，没有，这不是哈，这不是十四，十三，啊，这一点搞不了。好，我手机可以充电了。是吗？是吗？那大家请爸啊，我。刚刚后边的老兵等于要较短，我话给你啊，你他大约把绕风的啊，如果说你后面的枪法太长啊，真的太长，剩下的太长或是输边啊，你看这个老风的呢，好吗？那要那再达到你要的程度哈、啊，好，那要的程度。好，打结，好，盖上来，有没有？打结盖上来啊！好，要绑在这个双尾，怎么样？结束。你不养成，它怎么跑回来？啊，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啊。啊，如果你来看一下，啊，我们放在这边也可以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好嘞，我再讲一遍哈，来。毛感，你看，让他熊耳先
要绕回来。是按的绕。啊，来，你讲。我再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讲一遍之后我再做一遍，反正你们叫我慢慢做，我就慢慢做嘛，你们做到你们会为止啊。第一个啊，这个笋心小小的一颗，有没有？对，一指到一指半，就是两公一指是两公分，两公分到三公分左右啊，就这条的话啊，你要做那么大也可以啦，随便你们，你笋心越大也不错啊，是吧？好，再来，第一个两指五个四公分的一个龙耳，折出来之后，再一个多少？老陆壮六组，啊，他说十三江罗高的十啊，好，这是通通，再来一个字，熊耳。我等一下，我们在做整个作品的熊耳都是，就是标准的两指，两指五哈，啊，四公分，两指五来掰开啊，你就不要就不要问老师这个这里瓦碟，这里瓦碟，这里瓦碟哈，就是两指四公分哈，是吧？再来，再打一个这个，再打一个，这是多少？两指一半。老黄昏啊，是白的球，不是球啦，熊儿。再来，我这三指五六公分，有没有？再打一个熊儿，我记得啊，那呢改变方向，再改变方向啊。有没有这个熊耳再绕回来啊？再绕回来就变成这个，对不对？绕回来啊，这个瓦碟，这个瓦碟，这个瓦碟，哦，一样的长。不然要多长？啊，你不等长，不是很怪吗？啊，是不是我们从这边拉到这边来？啊，利用这个熊耳套住，再拉上来，再一个，这个多少钱？两指半。啊，两指半出来之后，再套到这个熊耳这边。啊，套住五棒，这个熊耳是连接的熊耳，啊，熊耳也有连接的一个动作啊。完了之后。瓦碟插过来，这个瓦碟，这个是瓦碟，你也可以微调啦，看你那个三三指，你要油线型的，还是什么菱形的，还是上梯形的，随便你哈。那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是一个略，就是左右两指上下三啊，左右两指半上下三指的一个四角形。知道吗？对不对？对吧？对，上来之后再来这个瓦碟，来这个瓦碟三指壶嘛，这个下卡，这个三指壶啊，另外米三指壶啊，再来打一个熊耳，这是多少？两指壶半，对不对？后面是不是当啊？再下来之后，后面是不是尾巴有补它？那、啊、你看一下那个枪法，你要多长？竹绳只有刚一样，我把那个尾巴吐掉哈、哦，留下适当的空间啊、哦，绑起来，然后再绕到这个熊耳这边啊、哦，就是一个完成的作品啊，就这么简单。这是一，对，这是一二三。我刚哦，您流程，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流程跟你们讲，但是你们都是一直在猛做猛做，从来不注意老师在讲什么，啊，专心的在做，然后做到不会做的时候，再问说老师怎么做，啊，这样再来，所以你们要注意的，注意听，
老师有讲，你就爱听哈。啊，我听没有懂。如果你觉得这个枪把哈，我认为是其他颜色装上去，你就把弹段拿出来，把那个后面这一段弹长的部分把它推出来，把它装上去就可以了啊，随便你哈。那如果说你要一个枪就从，我一定听不对啊，按着相对位置，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哈，我再做一遍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啊。反正一定要教你们来上课，我一定要把你们教回来。你那么有兴趣的话。不想学的话没关系啊。老师是有兴趣的跟你上。哦，不是，我不是故意不跟你讲相对位置吗？啊，都反领悟力无法强。我还把，我刚开始不是把它弄起来了，然后相对位置啊，把我先我就把它立起来啊，看一下哈。好，我这拉我这60嘛，对不对？好，记得哈，我们在每得一个小节或小球的时候，拢爱说句话，啊，耳提念每天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在讲哈，折之前要顺一下。好，我们第一个球要多少？一直到一直烂啊，对啊，你想想就可以了啊，就是当一个准心的部位的话。最近没有，最近那个。一个小时的，来，你看，困得心吗？没玩意玩意啊，好啊啊，等一下哈。做兵怕录录影带，怕影片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进度很慢，非常慢。谢谢啊，来，梁子湖啊，这个第一个熊耳，对不对？梁子湖，请进。啊，你们都没有跟我反映，我是在不晓得有没有你们有听没有懂，还是我是真的有懂的啊？来，啊，准心的部分有没有？再来，这个出来了，对不对？第一个熊耳出来了，对不对？好，顺一下，标准动作啊，多少？65，对不对？啊，65，顺啊。好，我们要改变方向，要用什么？好。好，我建议你们哈。从现在的开始的第一个熊耳跟第二个熊耳跟就是这一个熊耳跟这一个熊耳跟这个熊耳跟这一个熊耳还有这个熊耳它嫩稍微软嫩，因为它要扯到两个节的部分啊这一个。顺便建议你们吧，拿来看一下，对不对？好，每个熊耳哈，建议隔两个一样啊。我看到改变方向了，对不对？我们要往下走了，我们要往下走了，有没有看到？要往下走了。啊，这条好些，这个小鸡要多胖？两指。啊，对，两指蛋啊，老黄昏，你要三指也可以哈，但是相对的你底下直接长一点，就三指上过去啊，好看你了啊，你的整体的一个形状啊，你自己看，再来，熊耳一样哈，好注意逛哈，第二节跟第二个熊耳跟第三个熊耳跟第四个熊耳稍微软一点啊，让它软一点，是有原因的哈，好，把它转起来。两指好，来，再转一个90度，看一下，哇，好快啊！相对位置，啊，啊，准
经跑掉了。等一下，是吧？点心啊，这个熊耳，是吧？点心第一个熊耳，三管，啊，第二个熊耳，第三、第四的熊耳，老师有讲建议，稍微软一下啊。再来多少？35磅。啊，这是25磅，就是35磅啊，有没有？记得养成习惯，在折一个结或一个熊耳之前，啊，啊，要顺啊，耳提面命啊，这样比较不会错啊。再来，熊耳啊。来，好，到这个位置了哈，看一下，到这个位置，依你们的正面来看哈，好，你当做这后面这一条没有哈，当做后面这一条没有哈，你看它这样，它相对位置是这样子哈，安呢，那我们要回来啊，从这边再转回来，到这边来。对不对？然后相对的结要折出来，但是熊耳就不要折了，因为熊耳结折出来之后，就绕着熊我们原先折出来的熊耳绕上去就好了，知道吗？该了，啊，阿妹，该了，大家都知道吗？好，来，一样啊，这个多少？35，啊，丢。顺一下，35折出来之后，你要直接套进去也可以，或是老师刚才有讲怎么弄，管是最保险的，啊，回来哪里？过了，啊，绕回来哪里？哪里啊？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我刚才讲说，其他的熊耳都只要经历一次的转折，但是你二三四这三个熊耳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熊耳，它要经过两次蹂躏，所以说，我建议啊，我们没有说你们尽量啊，建议你们软一点，它别刮，来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拿捏它的硬度吗？所谓的软，说你得出那个结小套，不坚不锐嘛。啊，你可以控制它的软硬度吗？得出来一个，你只要顺，再得出来一个球就是软的。你如果不顺，直接得出来。这球一定是硬的，懂吗？啊，所以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你们顺哈，就是因为我不希望你们每个折出来的结或是球都很硬，很硬的话，在折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破掉，知道吗？啊，你们有信心，因为老师的材料很烂，所以说再见。好了，一样啊。这组对不对？好，现在行，好，先修肩啊。好，老师有在教前面的位置了吧？好，一样，一指半到两指哈，一指到一指半哈，两指。好，第一个熊了。
得出来之后，六十，第一个熊耳，啊，第二个熊耳，好，改变方向，两指半。哎，第三个熊耳，好，改变方向，三指，啊，两指半，第四个熊耳一样啊。好，到了这里，回来，回来，多少？三指五啊？各位，建议你们用短的。啊，看一下哈，现在状况呢，就是安尼，乖啊，再来，上来了，两指，半个，一样。回来，对不对？我们看到，啊，回来第二个熊耳啊，有没有？来，夸这夸这，哎呦，相对位置有看到，不怕？这个成品的样子，这是半成品的样子，啊，相对位置有没有看到？有。你脑筋脑海里面要有个逻辑的方向啊！丢丢丢，大混！哇！看一下，啊，成品跟半成品的相对位置有没有？不坏啊！好，再下来我们要折多少的一个小节？三指五，啊，因为这个底下相对应的边啊，三指五，对吧？五斤，不理解。好，我再重新再讲一遍。有粉啊，我们应该不再折了。第一个小球准心，啊，第一个熊耳，再带过来枪管，第二个熊耳，二三四，这三个我建议你们软一点，有没有？因为我们要先蹂躏，再蹂躏，多蹂躏过一次，所以说再套过一次，啊，所以说我们要稍微软一点啊，我是建议的啊。然后再来第二个熊耳完了之后，再来的第一个结是多大？两指五半嘛，对不对？这是第三个结，第四个结三指五，对不对？第五个结，第四个结，三二三四哈，第四个结。啊，这是三指五，在第四个节，然后往回走，后面的啊，往回走，套到第三个节这边，再往上来走，再套到第二个节这边，完了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有没有？那我们要再继续做，啊，一个小节，一个熊耳，再一个小节。完了之后再做一个枪法，了解吗？那未来方向你们了解吗？哇，实体在这边，半成品在这边，你们老师的功啥？你们应该爱咱老师的功啥？来吧。大概有一点概念。来，没有关系，再来，你们两三指壶。啊，
三指符有没有？就这样做一直编，有没有？上下嘛。三指符，再来一个龙耳。好，一个熊耳打出来之后，我们要跟改变方向，对不对？再下来一个熊耳要多长？啊，一个结要多长？我们改变了方向，变成啊，这边就说向上，完了，对，两指弧啊半，两指弧半，五公分。因为这是五公分啊，这边是五公分，所以说我们得出来这边也是五公分，看啊，啊，然后这个接缝跟这个穿在一起，看啊，跟熊耳是不是？熊耳的白缝。对啊，跟这个啊，这是第几个？这是第几个？这个接缝跟这个第五第。二三四，第四个，这是第四个结缝。好，好，不要接枪法啊！如果这三个枪法还不会的啊，你稍微大约一个方向啊。怎么会短呢？啊，没事。你的长度跟我长度的概念不一样啊，各位才发现。好。你如果你不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好，一样。你要这样也可以啊，有没有人说不行哈？对吧？你要这样也可以，但是通常都是这样的哈。好，套起来。我这边套起来啊。好，如果说你这边要做双重耳也可以哈，来，我教你一个。双重耳刚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哈，来看一下。你到这边，你这还有鱼尾的话，你再做一个双重耳。不要做最后这个选择。你有空间再说吧，又会空间再逛嘛。对，有再说。啊，没有就没有，没有就给他聊，就给他。放放地方。啊，所有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啊！看一下，怎么样？这样不是更可爱的吗？越来越高级了，怎么样？这双手是固定的，啊，做行动的，对吧？我要把它夹住用的哈，就是你那条，哎，那条三节夹棒好夹，啊，双手拿锁住，啊，你看哈，看这，我那边看，双手弄出来之后，我在这个环下，我可以看它，我把它系在耳朵，我把它看有它监管，啊，这是一个。双熊耳的一个作用啊，啊，熊耳很重要，后来弄哈，熊耳非常重要啊，所有的塑形啊，所有的转弯角度都可能啊，熊耳来改变啊，都是用熊耳来改变。好，手法太短，毛不见，这样怎么不见？你就其他的短啊，其他的那个长段来做吧，哎。行，这个行不行哈？来哈，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你们看到？哇，如果一个双熊的话，你要调，然后它后面是这个，大哥，
哇，我今天也会加很慢。好，没事没事。好吧，你们那那么在意，然后我再做一遍来。其实我就记得看这边这两个，这两个我要打多少？剩下14.14公分。剩下6组。6组，14到13.5。加油！好。好。哎，多少这里哈？这个话的，准心部位。好，看一下哈，应该有更好的示范了哈，好吧，看一下，画这肉色的这一个哈，肉色的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好的哈，这个是这个，毛色的要超出，啊，你那边款超出款哈，这种型呢，那边蛋糕毛的，啊，有时候的少，看一下，15到15.5啊，再来第二个。熊耳的两指哈，后面的熊耳都是两指哈，我不再重复了啊。熊耳稳定体后面的所有折出来都是两指壶哈。麦武功老师，这个熊耳要多少啊？我不再跟你讲了啊，折出来1圈以上。好，小嘴哈。看一下，这是准心的位置，第一个熊耳。好，枪管要多长？6指壶。来，折出来了。好，那我们再折第二个，我再重复一遍。2、3、4，我建议你们第二个熊耳，第三个熊耳，第四个熊耳，我建议你们软一点哈，你们不软，我很，你们无所谓了啊，但是要防止什么？破掉啊，来，第二个啊，出来了之后转了90度了吧？对，有没有？我还真没照。后面也可以跟得上啊，我突然讲很慢啦、啊，有原理就都跟你们讲了哈。再来这个要多少？这一题要多少？好，2指半哈，3指也可以的哈。如果说你这边控制了好的话，2指半哈。好，2指半啊。再来一个熊耳。好，再转个90度，呈现这样子，看一下，不对，你角度抓，你那个角度观念、逻辑观念，你要清楚，搞清楚了，你才知道要怎么跑啊。再来，这一节要多少？3指壶嘛，对吧？3指壶对不对？是不是3指壶？好，第四个熊耳折出来，折完出来之后就要往回跑了，要往回跑，往回跑的第一个节要折多少？3指壶嘛。先折出来没关系哈，它组织先折出来，然后用短的，转完一圈之后，啊，再来去套它，
完了之后回来，第二天两指不拜嘛，第二个回来的第二个结束两指不拜，好，拍出来，放上去，放上去之后，那个，好。到这里还有谁不晓得回来了？哇，二三四，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熊耳，有没有？两指半的小节，三指半三指的小节，到了这边再回来。再回来，回到这个现在目前的位置，还不明白吗？哇的嘞，我已经吃了几只了啊！相对的位置，好像好紧张，好紧张的。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哇，这是半成品，这是完成品，啊，它的相对位置有没有看到？哇。同学努力哈，我后面还有你身体好，等下慢慢来做。好，来看一下哈，再来。这边还有人。啊，三指哈，因为这底下这相对的平行面啊，平行面是多少？三指平方。好，三指，加一个熊耳，对不对？下来多少？一指，两指半，对不对？啊，老弟，两指半，没事哈，吓我一跳，我是习惯，我是做错了，啊，没有错哈，好。到现在目前为止哈，没有枪法的，没有枪法的位置，啊，还没做枪法的位置是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哇，啊，你如果要换枪法，要换颜色的话，就这里就可以截掉了，就把它剪掉，换其他颜色来做枪法啊。如果说你认为啊，不用来一支枪，啊。直接做后面的那个枪法就可以了哈。好，来，我有被告天哈，老师多了，刚刚比这一次多了一个那个哈，黄耳，把它上去哈。那你看告天啊，那它碎哈。好，拿出来，双熊耳。好，干嘛嘞？就是，你一直看我。不会呀、啊。来看一下，啊，做一个小转的嘞。啊，一个小球。弄出来，放进去。看你们怎么塞啊！像这样硬的话，转一圈就可以了啊！你转那么多圈没用，转那么多圈很容易破。好，弄完之后，调整，调整，准心啊！好，这双双刚好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左把的方向。好，还没哈，调整，哦，还有多少？快！
但有些人是把弄破不留，就把弹断拿到就可以了。啊，来吧，来，拿起。啊，这是彩龙，好嘞，是吧？好啊。那现在啊，你啊，拉回来啊。这个小球靠进去啊，或是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要留多长，对不对？对不对？留这，你如果说你这边要留这么长，那你就弄把后面的把脚哦打结，那剩下的弹断，用内头一拉的方式拉到这边来，就好了。怎么样？经过小耳的中间。对。哎，熊没做成，你是一起给我们，来拿去啊，拿去。啊，熊没做成啊。好，还没有问题。火腿加油！没关系，你能会做最重要啊。没关系啊，我们会做最重要。我们可以在下个学期再开一个基础班课，哎，就是基础班有基础一点点的，哎。他来电话，我要给他。你可以调整啊，那双球是可以调整那个手法的角度的哈。看看，嗯，哇，那肉色的那一只香。对，你们看一下。没事。啊，有啥问题？熊有什么问题？小啊，你可以把它戳破啊。好，如果不影响的话哈，那个今天的那个录影的课程回去，如果我上线的话，就务必要看哈，因为我们今天我跟你讲哈。这是我教学以来啊，有几最慢的啊，进度啊，不是做的方法啊，是进度啊，没有关系啊，你们要求扎实，要求会，那我就慢慢做，哎，不，安静，那你们俩去，好，安娜，我没有，你从这边进来也可以啊。好，地上的那个残渣捡一捡啊。啊，如果说你认为那残渣需要的话，你就把它带回家；它不需要的话，就拿到我们这个垃圾桶。啊，务必啊，同学们回去哈，回去好好看哈。我们今天只做两个动作哈，两个作品啊。不客气。好，我每次哈，我会看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只要这个次数没有增加，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去摸它啊，你没有去看啊。那个什么展啊，作品展嘛。好，那个。我再抽给大家看。好。这个静态的邀请展，其实我们的作品哈，不适合做静态的表演哈，所以说以后也不要说鼓励老师去做静态的。作品展览啊，那因为如果做静态作品展览，主的是你们啊，不是我们啊。
每两天要换一个作品，你们对不对啊？每个人带回去。好。再见啦！啊，务必今天两个的作品回去好好的去研究哈。啊，非常好的作品哈。要安心的放着。今天做日本的卡通两个。啊，那个。哆啦 A 梦跟那个面包超人。都很简单的哈。刚刚好，我休息，有两个回来，那个两个刚刚好。谢谢老师，真的不只是我懂。啊，你们回去要卢老师的锅脸啊。姐姐，小姐，姐姐。